今年市政府为着要来增加着替代业业人专业的素养和凝聚着团队精神，建立负责任、守纪律和互相合作的正确人生观。十八号特别伫咧体育馆内举办着合区内底个机关学校1107年度顶半年替代业业人发起教育暨第二届定期在职训练，含志愿在海红球演训等等的活动，参加的人数大约有260人。这次训练已将学区内各亚伯的亚男的起步性质一一编组，包括治安维护组、防灾救护组、社会服务组、公共服务组等实施演训，安排灾害防救专长训练课程，以实施以及增进个人专长技能，甲对灾害防救的认知，会当应用灾害防救的需求，使学区内亚男专业资源成为协助灾害防救、灾后复原的坚实后盾。中道市长涂信泰也特别准备饮料到现场关心亚男受训的情形。市长表示，替代亚亚男是市府团队的成员，感谢亚男对公部门行政事务的协助。替代役的年轻朋友们，在这里举办我们的这个定期的训练活动。替代役在我们各个机关学校帮忙，我们特别来跟他们表示感谢之意。在今天呢、除了给他们做一般的训练以外呢，还特别跟他们做这个防灾、防救的一些训练。那下午甚至还让他们有热水捐血的救人的这个机会。我们替代役的这个政策哈、慢慢在改变中啊。那未来可能就没有替代役到我们市政府这边来帮忙了。我今天特别来跟他们慰问一下，跟他们感谢一下。自1107年起，82年初以前出世的亚男，应该和一般替代业，就是警察业、消防业、社会业以及公共行政业，或者是申请和研发替代业到服务业完成。另外，83年初以后出世的亚男，除了部分以宗教或者是家庭因素申请和警察、消防替代业之外，其他专属应该接受4个月常备兵役军事训练，以提升亚男军事基本技能。新闻陈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